你怎么了？因为想要穿高跟鞋到处乱走。我就说我的膝盖啊，感觉有种酸软的感觉。膝盖不灵活啊，酸痛呢，无外乎就是臂刀、梁柱呢很有关系哦。老师怎么知道？我们家就是有那个梁压脚的问题耶。用葫芦呢来化解呢就可以啦。对，化解煞气的问题就交给汤老师，但是呢膝盖酸痛不灵活就交给他。想要呢膝盖不酸痛到处啪啪照吗？记得锁定我们的粉丝专页哦。好礼送给你。